Life is a winding road, no telling where it goes. Driving through days and nights, won't stop for traffic lights. And I really wanna know, really wanna know if I'll ever figure out where the road goes. Even if I'm falling down, I will keep on searching for my highs. You can say I lost my mind, I will keep on holding my head high. Even if the sky is falling down.我们等一下呢要坐天空绿色的火车，它的呢座位可以看外面，朝外面比较特殊，而且它现在有很多樱花，它会慢慢走，慢慢走。本来想说已经没有买到票了，没想到它当天还有很多空位，所以我们大家就可以坐。妈妈坐天空，阿妈有坐过哎，阿妈，妈妈有坐过吗？没有。这里这里那两个14、16的窗户还有这种造型，可以连接到外面。这边有这个，这边是展望的地方，展望台，所以它这边是这样空着的，你这样在外面吹风感觉不错。然后这边可以站着，这边有榻榻米可以坐，然后旁边有盖章的。学文路，就是如果你要考试的话，这里好像有那个很厉害的神明，他会祝福你考试成功。吃这个叶子的寿司沙巴虾蟹，接下来放慢速度，然后我们可以从这里直接看到外面一大片樱花的样子。要来要来了。金绿的。
閉めたよ。这个九度山车站也很漂亮，不过我们这一次因为坐这个没有下车了，下次的话可以开车去。刚刚那个樱花呢已经绿了很多了，所以还蛮可惜的，下次如果再找一个礼拜来可能可以满开。不过也因为这样子，所以人比较少，坐在车很轻松很舒服。那我们这个接下来会去到极乐桥，极乐桥也是非常特别的地方。因为这里呢一直在弯弯曲曲，所以它的轮胎声非常大，而且接下来到终点前呢，他说会有23个隧道，23个哦，好酷哦。正有在卖他的东西。Go!